想问一下大家，有没有买过书的？有没有买书的？有。有买书的话呢，等一下才有机会可以上台来跟我们老师以及 Laughing Girls 近距离的接触啦。是的，我知道大家在这里的话一定等待多时，就是想要先来看我们 Laughing Girls， 对不对？对。是的，那我们现在的话呢，大家手机相机准备好。如果没有准备手机相机的话，如果你空出你的双手，请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 Laughing Girls 带来的表演。你们的欢呼声很不诚恳，再来一次。
这一本书大概在讲什么内容呢？那这本书是描述四个希望成为 Lamin Girls 的女孩子，然后她是启恩、卡蜜儿、加奈子跟夏晴。那这四位女孩，她们为了要甄选上 Lamin Girls， 所以就参加了那个甄选会这样。哦，所以的话现在是一嘛，那大概预计会出几本呢？目前的话已经写到第二集的后段，那他这个作品在 Lamin Girls 的粉丝页上面，就 Lamin Girls Dream Life 的粉丝页上面有连载，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。我觉得每个礼拜啊，就是在追那个连载的时候，我都会。